停停停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停下来了吗？咦，到底发生了啥？Hello，猪队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猪女王。这是猪女王凌晨1点快睡着的声音。听说最近有一个新游戏是反应竞速，好，这个游戏我是没有玩过的。反应竞速就是当兔子被槽竞速场。哦，所以说这是鱿鱼游戏那个同样的规则吗？可以，来试试看。哦，这场景，这门被封死了，我逃不出去，所以我一定要完成这个游戏。我现在的号码是17号，然后前面是一只粉红色的兔子，旁边是很高的围墙，然后这边是啥？这应该是狙击的地方，狙击的地方，对吧？狙击的炮台。还有20秒，先看一下环境，左看右看，还是啊，我觉得我最美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准备开始了，走开走开，霸个好位置，3、2、1，冲啊！停停停！哇，好紧张，他死了！天呐，冲啊！停停停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停下来了吗？所以他头还没有动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要停下来。天呐，这样子，我以为我第一次就会通过诶。看来你还是太嫩了。诶，重新开始诶，所以这个赢了没奖金吗？哎呀，我以为我有100万可以拿，哦，可以过上好日子的说，没事没事，再来拼第二回合。啊，这一次我一定不能死。我完全不敢讲话，哎，好恐怖哦！他死了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往回跑会死哦。我已经赢了，对吧？哦，我赢了，他不会再射我了。我还可以往回跑，好可怜啊！爱到3秒。居然踩在别人的尸体上挨到！又有下一个回合，所以总共有几个回合啊？耶，这一次看看能不能第一名。加油加油！我要开始了，冲啊！恐怖！与兔兔眼神对望。啊，这局没有人死哎、欸。应该来得及吧？恐怖死了！
我感觉我越跑越慢。啊，我是安全的。哦，我进来了，我可以进来了。所以我是试了2次之后才成功。有没有猪队友第一次就成功到终点的呢？看看我的排名在第8名，发大财了，发了发了，太开心了。